老子是道家代表人物，他提出清静无为的思想，对于战国时期这个纷乱时局，实在起了中和作用。老子撰写的《道德经》一书充满了智慧，更深深影响着中国2000多年历史的发展，直到今天，老子的思想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，他洗涤了不少迷惘的心灵。纽约时报更将老子列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。 自古以来，一般的教诲都是：人要表现坚强，不可柔弱；人要表现聪明，不要愚鲁。不过，中国历史上却出现一位老子，他与众不同。人要表现柔弱。 不要刚强，人要表现愚鲁，不要聪明。人要无为，无我，无欲，居下，清虚，自然。啊！一般人都认为刚强好啊。刚强的有容易折断，柔弱的能够保存。比如说，你身上什么最硬，什么最软呢？牙齿最硬，舌头最软。嗯，你看到了我这个年纪，牙齿全都脱落了，舌头却完好无恙。 大树比小草刚强吧？是啊，没错。台风来的时候，大树经常被连根拔起，小草却完好无恙。风无形无理，却能够拔屋倒树；水可方可圆，却能够淮山壤陵。这不说明了刚强的未必是强，而柔弱才是真正的强吗？ 一般人都认为聪明好，但是一个智者应该表现愚鲁，因为大智若愚嘛。大富翁通常深藏不露。<笑>我没有多少财富了。<笑>反之，一个双手戴满金戒指、嘴装金牙、脖子上挂金项链的人，家里可能是空空如也。只是个外表装阔的家伙。 如果想有所成就，一定要把全部的智力和精力集中在一点，而在其他方面做一个愚者就行了。请问你是不是诗书画样样都行？哈哈，对不起，我呢就只懂得下棋，其他的方面我就不行了。嘿嘿嘿嘿，我就不一样，我诗书画都有研究的。你最精的是什么？ 什么都不精哦。其实他是围棋的第一高手啊。我只是皮毛之剑，什么只懂一点点。人不能处处装聪明，要样样皆能，路路皆通，结果变成肤浅无知，路路不通。老子认为柔弱就能谦厚不争，愚鲁就能够弃华取实。 一切依循自然。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，而老子却能看到里面。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正面，而老子却能看到反面。锋利的，不错。可是这一面却是钝的。老子的思想恢宏有容。 可大可久，能处顺境，也能处逆境，虽遇挫折打击，也能承受，还能迂曲转进。老子反对物欲，讲求精神生活；反对人为，讲求效法自然，重视精神生活，以精神来意识物质。